而且这边校友会要改选的时候呢，一定能用校长室在做联络的所在，发想要来影响这个校友会的选举。我感觉讲一个行政首长，你今仔是学校的校长，实在无应该去介入已经毕业的校友的这个组织的选举，啊，这完全是配合董事会啊去做一番代志。所以呢，有真侪校友呢对伊真失望。本来大家拢期待讲啊，伊做一个学者，至少佫有一个基本的良心和原则，但是呢，啊，对这个两年来的这个校友会受到董事会安尼想要控制啊破坏。啊！你来干扰这个校友会选举呢？我想各位校友大家拢看得心内真清楚啦，吼！到底这个学校是安怎？即马伫这个啊，伊人伊排名一直倒退，啊，那个已经是变后段班啦，吼！啊，这拢互各位校友真伤心的代志。啊，做校长的人应该是欢迎所有校友倒来到帮忙学校贡献学校，唔是去破坏校友会。主动好一回，啊，甚至想要控制好一回。高雄医药大学的这个好一回。这两天啊，搁为着这个改选的代志吼，和所有各位校友感觉真困难。其实呢，即摆这个校友会问题就是完全背后是这个董事会和现任的校长吼庄玉志要控制校友会，因为因发现讲过去几年来吼，各位校友会对董事会真侪。违规乱做、违法的代志吼，啊，拢不时有真侪批评，啊，甚至高一校友会去甲这个监察院顶上，甲教育部顶上吼，教育部啦、监察院嘛，拢发现讲，这高一担大这个董事会吼，确实犯足侪错误，所以后纠正吼，啊，后要求这个担大的董事会吼，爱改改吼，啊，比如讲。学校的创办人是杜聪明，当时会想要把改做陈溪川，甲高一的这个附设病院改名做中和纪念病院，其实陈中和也不是创办人，也不是捐款的人，所以教育部拢发现讲，这当时会是唔对，不应该安尼做，要求当时会就要改正，监察院呢嘛纠正教育部讲，这个当时会改选的过程。当时违法，啊，无这个资格，啊嘛选做当时，所以高一的当时会对这个校友会就真无爽快，感觉讲校友安尼拢对学校吼，其实校友是疼惜学校，维护这个真理，希望当时会吼，卖做别出代志，所以伫去年这个校友会改选的时候呢，其实本来已经卸任的这个刘景宽校长哈，在校友会支持之下，东山校友会理事长，啊，个新的李干事嘛拢产生啊。但是迄阵呢，董事会所支持的有一挂校友，总体甲内政部检举讲，校友会出席的人数无规范。其实哈，全台湾的这个校友会、同乡会。真侪即种诶选举吼，将来毋捌咧讲清点人数要过半，就讲高一诶校友是几落万人啊。你若要用过半出席，到底是要安怎开会？哦，啊若呆呆咧，我看校友几落十万人，啊是要安怎开校友会？所以根本这是无理取闹啦。但是呢，内政部就按照这个会议规则讲，安尼恁高一诶校友会。到底是偌济人有交钱，有选举权，吼、哦？啊，到尾啊呢，就是讲啊，安尼确实无到半数的人出席，所以总讲迄个改选呢无效。但是无效，本来应该落台任期到的这个校友会理事长呢，蓝理事长，吼、哦，
应该伊任期已经到啊，但是伊就唔爱交接，伊就讲伊阁继续是理事长。不过伊每一遍开李干事会，拢无到半席出席，所以呢，一年来规个校友会从瘫痪，失去功能就对了。啊，这拄啊当时会上欢喜的代志，当时会就希望讲这个校友会从无功能，啊，未阁甲伊批评，未甲伊监督安尼啦吼。啊，所以咧，伫我诶看起来吼，这蓝理事长吼。其实是已经去予董事会吼，甲收编去啊。扮演这个角色，就是讲，互这个校友会永远都袂当运作啦，永远都改选袂成啦。啊，即摆阁一年过啊吼，校庆阁要到啊，所以一寡校友要阁转来，啊，这个蓝理事长就讲，安尼要阁来定选李干事啊。啊，我是认为，若照正常，要阁清点人数，就阁无够啊啦。所以这个。校友会吼，其实已经是失去伊个存在价值啦。不过我想好是这个哪里市长吼，伊是啥物安心吼？我看是含阮过去有一个校友会理事长吼，苏龙茂，伊过去做校友会时，伊嘛是认为当时会做些代志无应该去批评，但是后来当时会我讲，你干脆来做当时，就甲收编啊。啊，收编了就去做当初，哦，伊就开始反对校友会，吼，啊，一直讲这个校友会的这个歹话，吼，所以我感觉，这个蓝理事长吼，大概是步着这个苏龙茂的这个后尘，吼，我是感觉讲这是一个真见笑的代志，啊，不过不管哪，我伫遮是要奉劝现任的这个校长钟玉志，吼。钟义志校长，伊是高一的校友，伊捌去交通大学做教授。其实伊即边要转来做高一的校长的时候呢，就是内定。当时我迄阵就无经过公开的遴选，内定伊，啊甚至拜托交大的校长来做这个评选委员会的主委。到尾啊呢，去有教育部给纠正了，啊，佫定选过。啊，不过定选同款啦，因为当时会早就是要分做。啊，其实真侪校友拢感觉讲，你若是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一个骨气，有一个风格，吼、哦，维持一个学者的良心。结果钟玉志做校长了，我发现讲吼，伊、哦、个本来刘景宽校长任内通过校务会议的决定，把这个客船大楼改名做自由大楼。啊，这个自由大楼都是拜托李登辉前总统提议的，因为高一都在自由路顶管吼，这个卫生平，所以这个大楼合作自由大楼其实是真有意思。一方面嘛是代表讲校园自由的学风，这是一个大学足重要的一个宝贵的精神。啊，迄、那个自由大楼其实是高一的学生、教职员大家投票产生出来。结果钟玉志做好定了，伊就是要接受当时会的这个压力，然后把自由大楼都搬过来，都改做客船大楼，都调过去。啊，所以这看会出来讲，这好定其实就是向当时会这个输层的，简单讲就是做当时会的这个怕去赶快哈，啊，开始压制这个好友会，所以。校友会要伫校办活动啦，要出招场地，伊拢无啊！而且即边校友会要阁改选的时呢，伊竟然用校长室伫做联络的所在，发动后来的这个校友吼，做人头的这个校友都爱去投票安尼吼，想要来影响这个校友会的选举。我感觉讲一个行政首长，你今仔是学校的校长，实在无应该去介入。已经毕业的校友的这个组织的选举，啊，这完全是配合董事会啊去做一番代志，所以呢，有真侪校友呢对伊真失望。本来大家拢期待讲啊，伊做一个学者，至少搁有一个基本的良心和原则，但是呢，对这个两年来的这个校友会受到董事会安尼想要控制啊破坏，啊，你来干扰这个校友会选举呢，我想各位校友大家拢看住。心内真清楚啦吼，到底这个学校是安怎？即马伫这个伊人伊排名一直倒退，那个已经是变后段班啦吼，这拢互各位校友真伤心的代志。
一间大学要好，董事会当然真要紧。董事会应该对我积极去募款来支持校的发展。啊，做校长的人应该是欢迎所有校友倒来到帮忙学校贡献学校，唔是去破坏校友会、阻挡校友会，啊，甚至想要控制校友会。安尼的时呢，我想真侪足优秀的高一校友，伫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大家伫家己的工作、家己的这个职务顶端，拢有真优秀的表现的高一校友是真侪。但是大家对学校这款的发展，除了忧心以外呢，感觉讲啊，这个学校回馈也无路通行啦吼。所以这是高一目前真大一个悲哀。我是感觉起来，若是安尼，应该是全球性的高一校友，另外组织一个世界性的高一校友会，啊，真正热心要帮忙学校，还是讲会当配合争取搁较好的名声的校友，大家团结起来。啊，无需要吼，伫个校内吼，用校长和董事会要控制的这个校友会，啊，大家咧啊配合这个董事会咧做这个啊规避。啊，这个学术用心的代志，甚至违背历史的真相的代志，高一的董事会到今仔日，还佫利用因的关系，伫影响高雄市政府，伫这个历史高雄的历史的展览顶块，还佫咧宣传讲，陈启川捐土地，陈家捐土地，来建设高一，这拢是欺骗社会的代志。事实上，陈家不但无捐土地，也无摕到半角银出来建设高一。这拢是已经互查甲真清楚，历史的事实，毋是用安尼欺骗，啊，会当啊，永远要欺骗这个社会。所以我是感觉讲，陈家的董事会也是真正有良心，已经控制这个学校超过60年了。董事会应该伫这个时阵爱开放透明，互社会上真侪会当贡献互高一的人啊，入来做董事。董事长也袂当讲，阿公做了，囝做，囝做了，孙子永远就是家家族化，变做干那少数人，啊，伫控制一个董事会，这对高一拢是好的发展，的一个代志。所以今日呢，因为看到校友会，也佫到即马呢，非常的袂当健康正常的发展，所以伫遮安尼简单讲几句，希望真正。为着高一好个啦，大家拢会当多加望家己个良心，看变安怎帮忙啊！这个校友会当正常个发展，多谢。